それでちょっとあの、議題をいただいてちょっと話をしたいんですが、あのまず、まあ、僕の人生の中で、服をまあずっと20年ぐらいや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も、あのそれから2000年ちょっとカバンを作ることになった、まあ、一番の理由なんですが、実は言うとあるきっかけで日本一の帆布屋職人と出会って、帆布の旗屋さんの社長と出会って、あのその素晴らしさに感銘を受けたのが、まあ、一番なんですけども。好，那我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啊。我想可能大家有点都知道，我原本是从事服装的设计的，但是从2000年开始，我进入到这一个帆布的设计领域。那它其实是有一些理由的啊，就是有一个事情导致我在那个时候做这样的轨道的转换。因为当时我认识了日本最大的一个这个帆布公司的社长。それでですね、その帆布というのはどういうこと、一言で言うと、あの。まあ、古い時代1950年代にあの日本の国から、要請があって、そこの旗屋さんの方に、帆布屋さんの方にで、まあ、あのトラックのホロを作りなさいという要請があって、改良を加えて、作られたんですね。でその帆布というのの一言で言うと、水は通すけども、あ、空気は通すけど水を通さない、だからトラックのホロに非常に最適で、要はその中に積んだ食料品を腐らせないというか、結露を起こさないというか、まあ、それがやっぱり世界一の技術になりました。好，那这个帆布的这个缘由呢，就是说，在1950年代的时候呢，日本政府就要求当初我所提到这家日本的帆布公司，希望他们能够去改良当时的帆布，因为帆布是具有一些特质的。那么当时的日本政府是要求他们进行改良之后，能够让这个帆布不会透水，不会渗水，但是却要能够透气。因此呢，我们做了这样的改良，因为它当初就是为了要保护在这个卡车里头所载运的这些。まあ、この記事をもとに、まあ、この会社は大きくなってんで、キノソン帆布もあのこの帆布の記事がやっぱり世界的にこうイタリアの展示会に出た時もあの評判を得て、やっぱ触ってみて非常にそのこんな感触はやっぱあの初めてだっていうよく言われました。好，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够跟这个 Grenfell 的公司一样，能够透过一种特殊的布料而能够来行销全世界。我们的这个帆布呢，事实上在意大利参展的时候获得这个业界非常大的好评哦。各位如果有机会啊，可以其实上去摸一下，它是你看到的感觉，看到的感觉跟你实际上是摸到的这个手感是非常不一样。要讲的是，其实刚才我们听到佐藤大师他分享很多他的经验，这就让我想到我以前。学音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艺术的领域是相通的，就像是佐藤大师他刚才说的，设计这一门，他有一些他自己崇拜的大师，然后他是从一个经典、一个传统里面演变出来他自己的风格。那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原创的本意。对我而言，我觉得原创绝对不是像很多人想的是无中生有。我认为原创是都是来其有自的，像我们现在看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东西，还有每一种运动，每一种革命，每一种艺术品，这都是为了反对或者是延续上一个前人或者历史上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非常认同。就是接下来我要谈的这一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曲啊，今天大家为了木制装这个品牌来，那我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某个机缘认识了这个品牌。那这个品牌我在一开始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觉得它给我一种非常宁静的感觉，就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它的 design 并不是非常的繁复，也不是非常的华丽，可是我觉得现在的人就是因为比较缺乏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它对我而言特别喜爱，而且特别容易受到感动。那我那时候在写这首曲子的时候，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缘由，就是那个时候碰到日本311海啸。那天我记得我人在上海表演，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是心中是非常的震撼，所以我希望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纯净的音乐来也是来代表我们对日本人的关怀，我们对日本的祈福。那当然这个音乐我觉得非常适合 Kinosho 帆布，因为
它是用一个非常纯净非常简约的风格去表现这个品牌的精神，所以我把曲子叫心之喜悦，好，心的喜悦就是每个人的心中有一个大量的喜悦，那这个喜悦的方式我不是用一个非常华丽非常奔放的方式表现的，我是用一个非常自然非常淳朴的方式让大家去感受，其实你的心可能有几个音符，可这几个音符会发挥出很广泛很广大的回响。什么？这个任务的时候，你为什么用这个方式来呈现你对 Kenosho Hempu 的感受？人要针对灾难做出一些，或是生活上的负面做出一些不好情绪。相对，我觉得其实音乐是最能鼓励人的。好，就是如果大家都有在看画展或者是欣赏一些表演，你们应该会发现说，音乐其实是最直接的。从什么时候会有一个东西让你马上在接受它的当下的时候你就感动的落泪或者是大笑，可能就只有音乐。用音乐来诠释 Kenosho 这个品牌，第一个是我觉得这是Kenosho 公司的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怎么讲，先例吧。对，然后我自己觉得我想要诉说的东西可能就是比较像是很亲近以巴洛克像巴哈那样子风格的东西，就是我不希望给太多太浪漫的，因为我之前的作品曾经我写的东西都是比较繁复的然后比较华丽的，可是我觉得其实这不是 Kenosho 品牌精神，其实我觉得 Kenosho 品牌最后对我而言就是它诉求的就是一个心，就是一个人对品牌的，也不要说品牌，对事情的坚持的一个态度。那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对我研究就是真。まずあれでしょうかね、自分自身の、好きなもの、食べ物であっても音楽であっても絵でもそうなんですが、その好きなものには素直に好きだと言って、要は取り入れていくことは僕いつもしてます。好，我想这应该怎么来讲，就是说，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比方说无论是音乐也好，食物也好，你要非常能够直接了当的认为我喜欢所以我要，这样的精神是不能够我遗忘的。それがだ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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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らないうちに自分自身がやっぱ本当にこう自分自身のやりたいことはこうやったら自分が気持ちよくなったりとか、こうやったらそのまあ、どうですね、まあ気分が高揚するとかいうのが見えてきて、で自然にそのなんていうのかな、分かってくるっていうか、うん。每天不断的在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呢，你慢慢就会知道说，其实就很容易去抓到一个方向。だから一番それに適したものを知らないうちに自分がこう買ったり身につけたりしていくんですけども、だから人から見られることを気にしたりとか、雑誌を見てこれが流行りだったりとかってあんまりしてしまわずに、自分自身が本当に心地いいものを常に身につけ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一番こう綺麗に本当になると思いますけど。所以呢，要知道自己到底适合什么东西的话，就平常就要经常去了解，从自己喜欢的这个观点出发，不要受到就是所谓这种流行杂志的讯息影响，或者别人拿了什么东西我就跟着拿。你能够在每天的不断的在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是到最后最有你的品味，而且最能够衬托出你自己的本色出来。でまあだからなんていうかな、特別なんか変わった商品が変わってるっていうか、やっぱ他と違う商品もやっぱ出てきてるみたい でそれに対して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だけてて、例えばそのまあ後ろにあるんですが、キャディバッグ、ゴルフ用のキャディバッグがあるんですが、あのキャディバッグを使ってる人っていうのはゴルフ大好きな人で、特に変態が多いっていうか多いんですけど、その一例を言うとね、例えば鈴木一郎ってマリナーズ の大リーグの一郎さんもこれ使ってくれてるんですけど、あとお相撲の千代の富士とかね、あとはジャズミュージシャンで渡辺貞夫だったりとか、
なんかビートたけしも今使ってくれてるみたいなんですけど、ちょっと変わった人が使ってくれてます。好，那就是也可能就是因为说我开始不跟人家做比较，所以我做的东西就非常有自己的味道，反而这样子对大家对我的这些产品呢是非常有兴趣的。那还有另外就是说，像等一会儿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有做很多的这个高尔夫的球袋啊，而且有很多怪咖哦，所谓的怪咖哈，在用这个高尔夫的球袋。那些怪咖就是比较在各个领域里面比较突出的人物，比方说像是铃木一朗。或者是摔跤的选手这个千代富士，还有日本非常知名的这个爵士音乐家叫做渡边贞夫，还有这个大概是北野孝那个就是电影的导演，对，他们都非常喜欢用我的所做的这个高尔夫。